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。一物是矣，复生须知。第一章，复生须知。三，一物。问十三，请问尊者，什么是三一？回答：所谓三一，是指比丘以决意受持的三件随身袈裟。即一僧伽里三伽帝，意为重一、重复一、双层一，是指必须缝制成两层的外衣。二郁多罗僧乌达拉三格，是指上身披着的袈裟。三安陀会安达拉瓦萨克，是指穿着时围腰下着襦裙的袈裟，上掩肚脐，下覆双膝。问十四：台湾冬天这么冷，尊者们只穿三衣不会太冷吗？回答：目前除了少数南传比丘受持仅拥有三衣的陀陀之外，大多数比丘都有使用多余的袈裟、毛毯、床单、浴巾等，可用来御寒。至于受持陀陀支的比丘，若他们在台湾度过冬天的话，你们可以询问他们受持陀陀支的程度，允许使用哪些衣物，以供给所需，不失修福。根据律藏记载，比丘受持仅拥有三衣，是佛陀亲自试验的结果。当时佛陀所处的毗舍离地区正值寒季的下雪之时，那时佛陀在披着三衣之后就不觉得冷了，可能是我们现代人体质比较差吧。在北印度的冬天也是很冷的，但2000多年来，很多受持仅拥有三衣的尊者们仍然如此度过那么多个冬天。问十五：尊者，有哪些衣料适合供养比丘？回答：佛陀允许六种做袈裟的衣料。一、亚麻布Com， 二棉布 Kapasika， 三绢布 Koseya 及蚕丝布丝绸，四毛织布 Kambala， 五苎麻布 Sana， 和六混麻布 Bang。 所以无论棉布、丝绸、毛织布、麻织布和以上的混合布料都可以用来缝制袈裟，这些衣料都适合供养给比丘做袈裟。问十六：请问尊者，有没有规定什么时间适合供养比丘尊者袈裟？回答：只要你们经济条件允许，任何时间都可布施袈裟。对一般比丘来说，任何时间都可接受袈裟。比丘获得三衣以外的袈裟或衣物，可以和其他比丘共有或决议成杂用布。至于受持陀陀支的比丘，通常他们只在与安居结束后布施卡蒂那衣的那一个月，或者施衣时的那五个月接受信徒供养袈裟，但也有少数比丘只拥有三衣和一些
小块的生活用布而已。若他们获得多余袈裟，通常会布施给僧团或其他长老。与安居结束后布施卡蒂那一的那一个月，是指卡蒂卡月，相当于阴历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。施衣时，是指从卡蒂卡月至巴古那月这五个月的时间，相当于阴历九月十六日至隔年二月十五日。问十七，请问尊者，什么是卡蒂那？回答：卡蒂那是指坚固、坚硬的意思，即为了加强五种功德利益而做坚固之意。卡蒂那衣古意为加持那衣或功德衣。由于古代时空背景和交通不便的缘故，使得北传佛教徒把古印度的雨安居传到中国，竟然变成结下安居，而且雨安居期相当于阴历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，在中国却提早了两个月，即阴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，可见历史的无情。古印度一年可分为寒季、热季和雨季三个季节，在雨季的四个月期间，多雨潮湿，道路泥泞，不适合比丘外出游历。因此，佛陀制定比丘在雨季四个月其中的三个月期间，必须停止到处游历，安住在一个固定的住处，度过雨安居，精勤禅修。在那三个月雨安居期间，由于很多比丘精勤禅修，因而证得未曾体证的境界。由于雨季期间多雨潮湿，袈裟不容易干，对于受持仅拥有三衣的比丘多所不便，佛陀允许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个月，如华度过前雨安居的比丘可接受并做卡蒂那衣。另一方面，也有犒赏比丘在雨安居期间精勤禅修之意。因此，佛陀允许僧团在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一个月内，相当于中国阴历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，可安排其中一天来做卡蒂那衣。所以，该僧团在那天所做的衣称为卡蒂那衣。在家信众可布施衣料或现成的袈裟。若僧团接受了很多袈裟，僧团会决定仅其中的一件作为卡蒂那衣，其他袈裟则如华的分配给僧众。若所接受的是衣料，僧团必须全体合作，在一天之内完成做卡蒂那衣的所有程序。这些程序包括接受布料、裁剪、缝制、染色、晾干，以及在僧团中进行授予、坐敬、受持和随喜，如此才大功告成。佛陀允许圆满度过雨季前三个月雨安居，并参加随喜敷展卡蒂那衣的比丘，在雨安居结束的五个月之内，相当于阴历九月十六日至隔年二月十五日，可享有不嘱咐而行等五种利益。为了僧团可顺利当天做好卡蒂那衣，信众通常会在当天清晨就把衣料带到寺院供养僧团。目前大部分信徒以供养现成的袈裟为主。现今南传佛教国家，
在家信徒很喜欢在与安居期间或布施卡提那依的那个月布施袈裟。如今供养卡提那依的仪式已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活动之一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